4 3 2林先生，今天谢谢你啊！要是没有你哦，那场面真的很难看呐、啊。来啦，敬你一杯，敬你一杯哦，多吃点菜。我听我说，雪瑞说、哦、你们是同学啦。嗯，那、啊、你现在在帮家里做事吗？还是在外面有打工？在家里做事，拿家里的钱。哦，你们这个时候年纪都这样啦、啊，啊，想不想多赚一点钱？来跟我啦。爸，你不要刚认识就在那边乱带人家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不说这些，不说这些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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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说这个。每次说这个哦，他就生气啦。文化宝呢？他给我了。我想说，发现我的错。哈哈哈哈哈！豆干还要配凤梨，超好笑。不是说保一个，我以为他不会拿。我觉得刚才那边有差，可以可以，蛮好的。对，我觉得很厉害。你什么都感觉的？好，我再。